俗语讲，老翁老也可以抱土豆，表示一个人虽然年岁真大，身体也是真勇敢。富良县有一位百岁人士陈川富，自细汉受到日本的教育，67岁对花坛三村国小校长退休了后，积极参与社交的活动，到即卖身体也是真健康。在他生日的时阵，富良县长郭宪兵甲代表会副主席就做回到陈老先生厝内，祝福伊生日快乐。花坛乡长郭宪兵甲代表会副主席沈文胜早就跟两个祝福百岁人士陈川富生日快乐。陈川富老先生自细汉受日本教育，养成了工作态度认真，啥物代志拢家己来做的习惯。在三村国小做校长的期间，受到家长甲学生的喜爱。因为安尼，县府还阁专案签准，予伊延到67岁才退休。只是退休了后，伊嘛无予家己用咧，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嘛常常到公司行行咧，甲员工开讲。我要拢孤单老人。啊，逐工面壁思过，讲也是安尼。啊，都愈想愈迄落啊。嘿，啊，伊若讲，我就是讲吼，伊只住一楼，伊讲不爱住二楼。啊，逐个再爬起来，员工出入的嘘寒问暖，都会差足侪。伊感觉有活下去的那个的味道。对啦。啊，其实伊三顿正常，伊即摆爱食饭呢。啊，佫第二就是喙齿。佫食药。迄苍蝇牙科讲，伊做上老的。顶年才换喙齿，我强迫伊换，因为你喙齿入去消化才会好。啊，伊即摆连土豆嘛会补啊，啊，迄个食饭啊，爱食饭，伊就不爱食糜啊。伊较早你知影，空虚无人食，拢食糜配番薯啊。较早咱查甫人才有食饭啊，迄有无大鼎去高迄饭起来啊？做事的人食啊，查某人就爱食暗糜，啊，所以食暗糜食到惊着伊。目前花坛乡百岁人士有5位，所以公所在每一位人士生日的时阵，拢会送加两个来祝寿，感谢因过去为台湾所做的贡献。花坛公所吼，上任了就对一寡吼社福的一寡措施吼来一个重视，啊，尤其对咱吼乡内一寡咱的时代，尤其是这个百岁人类吼的照顾吼，咱拢真正是关心甲关怀啦吼，啊，所以讲。咱即每一年拢会对咱乡内即个长者，哎呀，生日时阵会来甲送一个啊鸡卵糕吼，因为感谢着伊对着咱台湾较早过去的牺牲甲奉献，啊，所以讲咱拢会讲伫伊年即个生日时阵来送一个鸡卵糕，吼，表达着咱公所啊对着咱即乡内时代的感谢之意。身体要好，规律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陈老先生每天早起一定做半点钟的暖身操，活动筋骨，才会展开一天的日常生活。百岁伊到即马无需要人扶，嘛无需要拐啊，佮加上老先生的喙齿是非常的好，到即马还佫会当抱土豆，所以营养吸收了好，才会当遮尔长寿健康。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